香喷喷烤鸡出炉，淋上优格调配的独家酱汁提味，这是最正主播张宇的拿手料理。让美味升级的关键步骤就是它。优格它里面有一些酸的东西，会让鸡翅的肉质软化，特别是在烤全鸡的时候，这是一个秘方。这罐腌鸡肉很适合，它的奶味特别的香。林凤营精品优格它有三种口味，每一种的味道都不一样。这一罐呢，它口感微酸。那这一罐我会拿来做沙拉酱，因为我会加蜂蜜，再撒一点坚果葡萄干，让它的口感层次更丰富，那就会有这样一盘非常非常健康美味的沙拉。在家也能轻松做出大厨等级料理，让下厨变得知性优雅，就像精品优格的慢工熟成，一口就能吃出质感上的差异。精品它的绵密度就是有差，比如说房间的可能是乳胶体加奶粉做的，但是我们就知道林凤营这个它是100%台湾生乳，不加一滴水的牛奶来做的，所以它的味道呢就是特别的浓醇还有香。这三款精品优格也是主厨们的爱用食材，早午餐可用希腊式优格做鲑鱼卷饼，下午茶可用鲜奶优格做成疗愈甜点舒芙蕾，晚餐的开胃菜可用经典浓优格做川味烤鸡，变化出上百种创意料理，怎么样都吃不腻。而对于许多外食族重视的减脂餐，也能以现有的轻食餐盒搭配优格吃得精致。自己的话会准备生菜沙拉，然后上面放苏菲鸡，然后再去买林凤营精品优格淋在上面。那这样吃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有饱足感，没有负担之外，还可以补充丰富的活性益生菌。无糖低热量，减轻身体负担，帮助保持体内环境平衡，从内而外享受美好生活。记者许绍平、罗振辉采访报道。